我是 Annabelle 雷安娜，我是一个歌手。在天空里现出彩云，因为你参加歌唱比赛，咁有唱片公司的朋友咧就想识你，咁就揾你去试音。从来唔会咧话愁眉苦面嘅，你点样咧？你都系令到人哋好开心嘅。想知道更多佢嘅故事，佢嘅知心好友又点样睇佢？就要留意9月8日星期日晚上8:10嘅雷安娜梁鹏共聚 Happy Together 啦。